这件红蓝战衣是谁的？小赛罗，这么帅气的战衣肯定是你贝利亚叔叔我的。哼，贝老黑，一看这衣服和我身上的颜色很搭，这肯定是我的。小赛，谢谢你了，爸爸送你一瓶蓝莓叶黄素软糖。哦，这件红白战衣是谁的？哇哦，这么帅的战衣是我的，快给我。嗯，贝利亚，你长得喝不溜秋的，你配得上这件衣服吗？滚！谢谢你小赛，叔叔也送你一瓶软糖。啊，迪迦叔叔，你们为啥都送我软糖？是这样的，小赛，你平时喜欢画画，眼睛容易疲劳，叔叔送你的蓝莓叶黄素软糖里面有叶黄素、花青素、胡萝卜素等，都是对你眼睛很有好处的物质，你每天吃两颗，缓解眼睛疲劳。哇，叔叔，你这个软糖是在哪里买的？我回去也叫格力乔妈妈给我买几瓶。就在这个视频左下方可以买到。小赛罗，他们几个都有战衣，你快给我画一套。没问题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喝不溜秋的玩意是什么？贝利亚，你长得像煤球一样，这件衣服才和你最搭了。不要啊！